大家好，我是张天爱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 W Gala 的活动，准备完毕，看看怎么样，我们出发吧。Hello， 现在我从 W Gala 的活动回来了，护肤的功课真的不能少，因为我带妆一整天。W 给我送来了麦吉丽素颜三部曲，我现在就要好好的试用一下。第一步，精粹平衡水，这满满一瓶都是他们家专研的科技抗老成分麦肤因，它自带90多种养肤成分，可以从6个维度提升皮肤细胞活力。轻轻一拍，皮肤水润又细腻。接着用青春精华，它是一瓶抗老精华，小分子高浓缩配方，它很滋润，特别适合冬天使用。配合着提拉的手法按摩吸收后，脸摸起来又嫩又滑，看上去紧致又有光泽。最后一步呢，听说是王牌产品贵妇美颜膏，不仅养肤抗老，还能自然提亮肤色。这里边添加了麦肤因、玻色因等超多抗老成分，像这样满天星点涂开开，看肤色自然提亮，有一种从底子里透出来的光泽感。这套护肤流程我觉得非常的好用，可以每天坚持使用，这样你就能够发现你的肌肤越来越细腻，越来越紧致。我要休息啦，大家拜拜。